Salama, salama. Bye, bye. 我刚刚是跟他说 salama, which is 谢谢。 Salama Gula means thank you boy. Salama Adi means thank you girl. Thank you girl. Salama. Bamu? Kamu? Kamu means Indonesia. Oh, okay, okay. Kamu means you. You. Yeah. Okay, cool. So 我们现在回酒店的路上。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上。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附近的岸潜、一潜，然后做了很多 OW 应该做的小技巧。杰哥带着我们两个。来 ，How do you feel? Tired. Tired. Okay. Me too. So tired. 明天我们要进行。 秀英文，秀英文。我们想买一个。Ice cream。Ice cream。那是这个yogurt。但是冻不了哎，你只能买一只，一天晚上，今天晚上吃，把这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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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三天。今天早上跟下午各自完成了一潜，然后在岸边跟着杰哥学了，基本上剩 OW 里面技巧只剩两个没有学。今天于涵同学终于完成了自己。 最为艰难的海底脱面镜排水，这是怎么样演示一下？就是，演示一下。就是要把那个面镜脱掉。海底。对。 在安静的地方也是。就是那个面镜里面要灌满水，然后在海底下，然后灌完水之后把面镜拆掉，它是一分钟。跟他说再把面镜戴上，然后把里面水排干净。中间动作不能断哦。这是我们在菲律宾所在的镇的名字叫 Sabang。 Here, Sabang. Welcome to Sabang. 我们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下着雨，然后我们的 free shuttle 就把我们送到前面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一路走过去这边，一路走过去，5分钟左右。 超级棒的 ice cream。那我想想，我要吃。然后我现在发现，这个撒棒岛的菲律宾女人都会纹身，而且基本上我感觉70%-80%都是特殊行业。OK， 他看到了这里有泡菜汤。 然后走进去了。哇，餐厅里面竟然有个哦。
点菜啦，点菜啦。好啦。你在做什么？点菜啊，你在有点菜呢。哦，你在玩 ins。我玩 ins 啊。需要泡菜汤。好。要 kimchi， 鸡架。吃完饭，然后从餐厅看到这里海滩有个角度，看海特别特别美，特别深。不过有点下雨。啊，好大的雨！走了。来，给你个。Another bar。冲啊！冲啊！我好像忘记介绍我们的住的酒店了。我们住的酒店是浅店安排的，我们浅水店安排的一个小破酒店，叫三条 A。三条 A。Yeah, here we go.感冒了。嗨 ！Hello。Eat ice cream. Eat ice cream. 我有 ice cream， 你有啥？请回答。请快吃 ice cream。我还在门外吃 ice cream。昨天忘记说。这个雪糕真的很好吃。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咚咚。这草莓味的 yogurt 雪糕，这个草莓很像哈根达斯的那个草莓雪糕的味道，很棒。I just need a pretty Cali girl to put
是我们的前点，前点上面的阳台，然后下面就是船，这一条海湾全都是前点。我们的船是 this one。 哎 what happened? Nothing。 然后这是阳台，一般我们上潜完之后就上来休息，可以在阳台上面晒太阳。然后这是另一个阳台，这是我们进行教学的地方啊。那么昨天呢，我的已经 AOW 已经毕业了，还剩 Mata 的 AOW 还有最后一潜，他要去30米的地方看一艘沉船，然后在沉船下面做题目，比如说做一些算术题啦，做一些选择题啦。然后因为30米的状态下面，你的人体就好像喝醉了一样，然后会意识有点不清晰，比较模糊，然后要考验你在那个状态下能不能比较好的忍受，就是这种状态啊。希望一切顺利。这什么糖？葡萄。青葡萄糖。葡萄糖非比葡萄糖，在韩国超市卖的好像是唯一一个糖果，然后才想试一下。然后刚刚买了一支 copy， 然后就问了一个韩国人，问他是不是来自韩国，他说是，然后就问他哪个最好，他就推荐 latte。 我也要一个，我也要一个，你吃你的火鸡那种一起吃。这先加的是什么？蔬菜，就是要泡熟它的蔬菜。这才是重点，然而它并没有带。一般来说，我有个经验，它里面会有一条线，没过线就行了。这么多，倒是把水倒掉，它只是半熟了以后再把水倒掉的。你没有吃过以前的 OFO 啊？哦 ，UFO 啊 ？Howard, can I have hot water? Yeah, coming. 啊，我是个火鸡。No,
来盖上盖上。玛塔刚刚把这个火鸡面的水给放了，接下来我们要放酱料，旁边备了一瓶第一天过来的时候买的冰牛奶，现在还剩半瓶。我觉得不用放全部哎，我都不敢舔，怎么办？对，好呛，你闻到了吗？你演技派啊！我觉得够了吧？是不是够了？放完它吧。你神经啊你啊！你吃火鸡面不放完它？天啊，我觉得这点味道就好呛啊！还放完它，搅拌一下。哇，一期浇板，哇，这味道就浇板。我们这是正常 spicy 吧？我离远点，不能记在眼睛上面，记在眼睛上面，我估计贵了，真的贵了。你在那凉吗？对啊，你不是热浇辣，你真的要死了。来一口吗？ You first。 来一口。你都吃了糖，犯规耶。怎么办？吐了哈，我吐掉了。烫吗？他们开始搅。它是那种，你第一下放到舌头上面，你还没有嚼，就已经辣，就已经很辣了，辣爆了。OK， 到我了吗？报告一下，一点点就够了，不要演太多，陈导演。吃完啊，剩下的。你吃完牛奶呢？我跟你说，在我手上。我跟你说，你吃完然后 PO 到 ins， 你就成网红了，真的。哇哇哇哇哇！不好意思，我把牛奶喝完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但其实我们还好，我们还有这么多没加。我现在嘴、舌头全是麻木的。其实来形容一下火鸡面它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明天早上菊花会痛耶。其实辣度还好，就是像吃川菜吃湘菜吃的最辣的时候的感觉一样，但是我的舌头已经不能自控了，太辣了。即将离开我们住了一个星期的房间，虽然有点简陋，不过还要跟他 say goodbye， 拜拜拜拜。 OK， here we go。 我们先要离开这个岛上，因为完成了课程，然后就顺利的结束，然后回到我们的马尼拉住一天，后天的飞机，哦不，明天的飞机。
Yeah, we're going. Okay, thank you. Bye bye. Hi kids. Bye bye. Bye bye.看来我们真的很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们刚刚把行李放到了浅店这里，然后等等吃个早餐就出发去后面的码头去坐船那边，然后坐船嘟嘟嘟嘟嘟嘟嘟去那个马尼拉了。 See Hi 啊，完成了学员。好，这是新学员，我们的教练杰哥，他还在教学。准备了，或者是走，两百多吧，辛苦。还有一种就是心理解除，抽筋的怎么做？打车不行吗？然后这是小浪，嗨嗨。要把他作业撕掉吗？对啊。你看那边有谁？交作业了，杰哥。是我的，是他的。是不是要发这儿了？还没有，他这样寄回来。发证要哪尼？到时候会有一个电子版的，先给你。哦。哎，过来过来过来。等会儿了。行。好，那我先忙了啊。杰哥，拜拜。拜拜。拜拜。终于到达了马尼拉，这是我们住的 Airbnb， 非常非常高 ，like in 38楼。知道你们恐高，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咚咚咚咚，那边就是马尼拉湾。楼下呢，看到没有？这个有个像红色底白色字，这是一个大的购物商场。我们大家就在这里。买买东西，吃吃东西，然后待到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去机场，然后就从机场那边就回我们的广州喽。刚没有录。OK， 所以我们现在坐上回家的航班了。拜拜。